最近小龙哥看《山海情》，学了一招吃面的时候吃大蒜。我们这边其实是不这样吃的，你能接受吗？你们吃的习惯吗？可以啊，挺香的。彤彤没有吃的，在啃他的鸡。带彤彤出门买菜，今天太阳比较大，我们把这个防晒要做好。今天真的超热的，必须要打一个太阳。